双击一下那个。哪个呀？哪个？全是球那个。有点像。对。干嘛呀？喂你吃了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有公假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至少再等个三六七八年。李贝同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不珍惜我，过了这个村，哎呦，我还得再下个村的。很会说嘛。你们不是出去参加婚礼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嘿！啊！爸爸爸爸爸！贝贝，这小子是谁？叔叔阿姨好，我叫关振雷，我跟贝贝是。是你大爷！啊！来来来，喝点高山茶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！振雷这颜值高啊，真精神，没我好看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们这个年纪谈恋爱很正常的，怎么没早点告诉大人啊？冷不丁让我们撞见了，把我们给吓坏了，这要是再晚点回来，不敢想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妈，我们本来是准备这两天就告诉你们的，这不没来得及吗？对，我是送贝贝回家，我没想多待啊。我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就知道我们家遥控器在哪儿。哎呦，送贝贝回家啊，这周末小区好停车吗？我们打车回来的。车限号啊？不限号啊，我家住在三环，出门就是地铁，特别方便。暂时没买车。三环地段好啊，振雷真优秀。买的哪个小区啊？幸福里。那可是个老小区啊。肯定是想离父母近点，是不是？是，特别近。我爸妈就住我隔壁，住一块儿啊？啊！一个月工资多少？不到一万，具体点。4500。你怎么不说不到十万呀？这差着有点太远了。一万也差着半个地球呢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 bartender。什么意思？巴什么的 ？bartender。讲人话，就酒吧调酒师，混酒吧的小流氓啊！我不干，爸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你赔我，你过来吧，你李贝啊！你妈没钱给你买眼镜是吗？找这么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连正经工作都没有，长得还没我好看。家庭成员：姓名、职业、年龄。我爸关永年，航空气象局的退休职工，享年62岁。今年62岁，我妈刘淑琪，今年56岁，退休前是幼儿园教师。退休工资，我爸5500，我妈4800。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叔叔阿姨，没钱没车没房，是谁给你的勇气来跟我女儿谈恋爱？不是，大哥，出去！大哥，走！哎，哥，我告诉你，大哥，我要再敢说你家贝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滚！贝贝，哎，贝贝，
你快出来呀！妈妈做你最爱吃的红烧鱼啊，贝贝。我不吃。贝贝啊，你说你这是跟谁较劲呢？我跟你说，李贝啊，你这是对你自己严重的不负责任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其他的条件那是一塌糊涂，那就是一个离婚蛋表面光的东西。你说你跟着他，你不喝西北风吗？振雷他哪儿都好，他对我最好了，而且他还是个潜力股，他人特别聪明的，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求创业求发展。反正我今天就正式表个态啊，我非他不嫁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从今天开始我滴水不进。死皮脸呢，你烦不烦呢？你叔叔你好，我给贝贝买了他最爱喝的奶茶。我们家贝贝不喝奶茶，他爱喝。他不爱喝。他真的爱喝。他真的不爱喝。叔叔阿姨，就算你们不喜欢我，你们好歹心疼心疼贝贝啊。这我买了，他肯定愿意喝。进来吧。哎，来。叔叔阿姨，我上回话还没说完就被你们撵出去了。其实我家里条件还不错，我大姐夫是房地产公司高管，我二姐是航空公司机长。机长啊，她是亚星航空的资深女机长。挣的副的？四号岗挣的。你姐姐姐夫工作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叔叔阿姨，其实我在酒吧上班，完全是为了学习经营模式。这创业刚刚起步，我不得一步一步走踏实了吗？你跟我说，你都琢磨出什么了？我想针对于目前的这个酒吧行业，研发出一套基于互联网和酒吧的综合运营管理模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数据化管理、员工营销端 APP 还有客户娱乐端 APP 给他们三位一体化结合。哎，这样一来呢，像酒吧呀、员工啊，还有客户啊，他们就能得到多点的无缝衔接，从而有效提升管理效率，还能数据化分析客户，还能二次销售。哎，这小子还真钻研过。哎，你听懂了？我听贝贝说你是创业型，这挺好。可是我们当父母的还是喜欢脚踏实地的东西。你如果真想跟贝贝有未来，最基本的条件必须……阿姨，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了？鼻涕虫和蜗牛就差一个壳，可蜗牛就显得可爱许多。这就跟男生有房没房一个道理啊。有房的男生，他就可爱很多。通透。